五当六趟新一轴是实验室武当枪法研究会在上世纪80年代末挖掘整理的一套武当民间传承的全部运用走法技击为特色的传统套路。这个套路由曾经居住在武当山下的一位隐士所传，他所传承的武当拳套路分三类，一类一字拳，第二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当六趟新一轴，第三类就是自然神打。这趟新一轴据传隐匿民间300余年，整个动作古朴小巧，招招式式讲实用，见招发招，见力发力，上身顶击，招招式式应用我们的肘关节部位进行击打。这个套路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一套应用肘法进行练习的武当传承套路，共分六趟，也就是按照过去的练法，过去为一趟，回来又为一趟，来回重复三次，共分六趟。下面我们把武当六趟新一组进行分解讲解。起势天地交泰示范一遍，侧面示范一遍，天地交泰动作要领。首先进作揖礼，也是我们平常说的抱拳礼。敬礼的方式，男左女右，左手男士左手附于右手跪部，左手拇指通过右手的前眼插入，形成了一个阴阳八卦手，怀抱与胸前，双背呈弧圆，然后
微微咳嗽，自然回收，翻掌下鞍，拖掌转体，翻掌下鞍，重心位于右腿，身体后坐，正面给大家再示范一遍。其次，天地交泰，要有一种博大的胸怀，双掌托起，双手托起，理三焦，有这种感觉。然后按掌平气，这是我们这套心系组起势的一个起势，进入状态前一个放松动作，是一个长呼吸，拖掌时慢慢吸气，翻掌下按，慢慢呼吸。这在我们养生中也讲的有，叫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趟共分三个动作，第一次白虎出山，看我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注意左手呈柳叶掌向左前方穿出，同时重心前移，右脚根部，右手呈掌放于腰间，然后出右步穿右掌向前击掌，整个动作两个穿掌，一穿一劈都要发力，同时要身随步进，掌随身走，步伐我们走的是类似于现在形意拳的三体式步伐，三体式步伐，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叫三七步。如果按照这种两腿的力量划分，就叫做前三后七，前边三分劲，后边七分力。第二是梅露催尾，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顾名思义，梅露催尾就形象的说明了这个动作，好像梅花鹿卧在地上进行回身回头。所以说这个动作要领在于上步之后右掌向左插击发力，
墓室后方没漏推诿，这在武当武术中有这么一个养生带功法，就好像说一个梅花鹿卧在地上，用它的头跟它的尾部紧接着在一起进行呼吸倒影。当然这是个象形的说法，要体现出我们整个的头向后转，身体随之转动成高楔步。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在一个地方进一带过程中间突然向后插击，是在躲闪中进行防守攻击，这是同步进行的。第三式贴离线拐，示范一遍。再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注意上右步跟左步身体直立，同时右背向内旋，右掌向内旋顶击，贴离线拐。这个动作主要是近身顶击发力，地点在肘尖，攻击部位在对方心脏，在对方心脏部位，地点要稳要准还要狠，发力要快脆，要刚要猛，到位。步道身道走道目视右前方，第二趟第一式海马吐雾，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海马吐雾的动作要领体现了四个手法：一、撩、砍、穿、戳。这里边体现的手法是：第一，八字掌撩，柳叶掌砍，穿，柳叶掌戳，蛇形掌。大家要注意蛇形掌和柳叶掌的区别，蛇形掌是拇指紧紧靠拢食指半弯曲，柳叶掌拇指第一关节呈90度弯曲。好，在戳击的时候，蛇形掌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拇指。大家再看我示范一遍，戳击的时候臂不能伸直，掌和小背之间也不能成一条直线，要注意沉肩对轴，扣碗四肢也不能这样翘直，要注意沉这种身心手法出手。
步法，还是我们前面讲的三七步，不行。好，大家注意，看我再演示一遍。第二式，麻姑献寿，示范一遍。蹲到那里，麻姑献寿，要体现出我们平时练习的横摆的这种力量。双脚成八字，双腿微屈，横轴轴要直，力点在肘关节前小臂位置，肘关节和前小臂这个位置。好，大家看我再示范一遍。第三式，顺风卷旗，看我示范一遍。站到那里，左侧出左步，打左反臂掌，顺势出右肘，进行盖压，下蹲成歇步。正面示范一遍。这组动作要协调一致，反臂掌和盖压轴要连贯一致。这组动作是我们这场组法中间的又一个动作，叫盖压轴法。盖压轴法，第三趟第一式，青龙献爪，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青龙献爪这个动作里边有四种掌法。第一，搂、砍、穿、抓。注意，这个抓法也是我们讲的龙心掌掌法，抓。好，大家看我再练习一遍。这个动作要充分体现出这个抓法。第一，掌心要正确；第二，抓的时候要发力，同时左掌承抓，右掌互当，三体四步。第二式，乌穴指路，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乌穴指路主要是八字掌由下向上抄，朝上抄推。在实战应用中间，就是用于对方攻击的时候向上推开，然后出腿迎击。好，大家再看一遍。第三式，漏海定针，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
放在那里，漏海定针，注意掌变拳，向内转，向内转，然后回拉，同时整脚扣左腿，右掌成柳叶掌，下叉下叉。好，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注意，再示范一遍。第四式飞移来朝，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蹲到那里，双摆掌，然后徒步穿掌，跟身翘肘，正面示范。翘肘时右掌护于爪轴内侧，呈跪步，第四趟，第一式左旋右转，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左旋右转，顾名思义，向左旋转，左旋向右转起，同时顶右肘，整个动作要左旋，同时要注意像抱球似右转的时候注意起身转起，顶头时注意顶右肘，右手成拳，左手成掌，负于右拳上，提右膝，目视前方，第二式围路摧尾，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围路摧尾在前边，我们已经讲述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动作刚好与前趟里边的动作相反，上右步插左掌，目视后方，双掌成柳叶掌，成柳叶掌插，示范一遍。步行呈高楔步，第三式贴地线拐，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贴力线拐这个动作是个发力的动作，要注意进步跟身顶轴，顶轴发力要刚
忙。示范一遍。第四式，真人于风。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理，真人于风，这组动作主要是一个弧形下捋的动作，弧形下捋的动作，在这里演练时要注意动作舒缓，整个步行由高到低，呈坐盘歇步。演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下捋的那种神情感觉。第五式，无缺指路，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理，无缺指路，一是八字掌，由下向上抄；二是矮蹬腿。矮蹬腿，注意支撑腿弯曲，左腿蹬出，矮蹬腿，给大家正面示范整个动作啊，蹲，矮蹬腿，同手同脚，左手上操，左腿蹬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注意上操起身蹬腿，动作连贯一致。第六式，陆海定针，示范一遍。正面示范，动作要领，陆海定针，这个动作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由八字掌变拳，然后向内旋，向下向后拧转回拉，左手八字掌变柳叶掌，在右手回拉同时向前下方插出，同时在右旋回拉，左掌前插，左腿整步，右脚抬起，这边示范一遍。第七式，飞蚁来巢，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
飞来朝，这个动作要注意，由慢到快，由柔到刚，整个动作要高度的协调配合，又要落步，然后摆双掌，扑步下长鞍，这都是比较柔化的动作，然后快速的挑右肘，跟左腿，右手置于右脸旁，左掌附于右足边，辅助性动作，目视前方，腿半蹲，力达肘尖。好，正面示范一遍。一定要注意身部的配合，要先柔后刚，第五趟第一次右旋左转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右旋左转，同上堂中间的左旋右转，只是动作相反。注意，在整个的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要转体180度，转体180度，力点在爪周尖，转起的同时有一种弧形顶击，叫弧形顶击。右手呈柳叶掌赋予左拳部位，辅助性的推击，二是麻姑献寿，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这是个横摆轴，这里面就是要强调的是同轴同脚，同时上步，同时出轴，挪步，扣右步，转起，横摆右轴，力点在右肘尖和前小臂外侧。左掌在演练时赋予右小臂外侧，反方向，第三次顺风卷旗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这是一组连贯性动作，要注意打，先打右反背掌，
孙氏盖压爪轴由上至下弧形压打，力点在左小背外侧，第六趟第一次群杖争翻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哦。动作要领。群杖争翻关键是起身要扣左步，扣左步，左步走弧形，扣步约135度，在扣的同时注意右掌随左扣步转起向右后撩，左掌左手随之画弧展开，然后重以重心移于左腿，提右膝，右拳右手成拳，由外向内向前打反背锤，左掌变柳叶掌护以胸前，目视前方，看我再演示一遍。这里边要注意掌心的变化，起身八字掌当双掌转于胸前时，左掌变柳叶掌，右掌成拳，然后在提膝的同时打反背锤，反背锤要发力，第二式先关折门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掀杆折门。这个动作要领，左右拳变掌，变八字掌，右拳变掌，右脚向前落步，脚尖右摆，同时左拳右掌，左手由掌变拳顶于左腰间，随转起左脚跟步，然后顺势出左脚向左转起，右掌由后向前徐徐推出，虎口向上，
个宣关正门动作注意两点。第一，左手成拳要抵御左腰间，拳眼向后，拳眼向后，推掌时右掌虎口向对，不，虎口向上，这样推出去，而不要做成虎口向侧面。好，大家看我再演示一遍。第三式，夜半风雷，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夜半风雷，这是动作，是一个转体的动作。注意，先重心后移，抬左脚尖，这叫蓄劲儿，吸气，然后脚尖微微，左脚尖微微向左转，然后重心前移，左手由旋变掌，向左前方撩抓，然后右掌自然回收，由右后方变掌前砍，同时跟右步然后退左步，穿左掌顶右肘，沉右虚步，再看我演示一遍。前面的楼砍动作可以舒缓，最后第四前穿后顶要发力，前三掌为柳叶掌，后顶肘，顶头时右手握拳放于右腰间，目视前方，不曾虚步，第四式云鹤归巢，示范一遍。这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这是动作有一个手心的变换，主要是虎心掌，大家看我示范讲解。双手自然变掌，也就是我们讲的八字掌，由下向左向上摆弧，同时收右步与左步并齐，然后双掌同时变虎心掌，侧右步双掌由上向下弧形下捋，所以这个动作要做的舒活自然。
连贯一致。第五式，七牛摆头，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通关要领，七牛摆头，这里边一个左拳成立拳，右拳成平拳，两拳相对，重心由原来的后边右腿向左腿移去，成左弓步，发力出拳，左拳背要成弧形，右拳在头上方位置，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左拳攻击对方的心脏部位，右拳攻击对方面部，这个动作主要是在对方对你进行进击的时候，你闪开之后，对方在回身的瞬间一同时进行左拳打击对方心脏部位，右拳打击对方面部，这叫七牛摆头。好，我给大家再演示一遍。七牛摆头这个动作一定要由慢到快发力。第六式，金猴拂面，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金猴拂面的动作要注意，双拳变掌变柳叶掌，中心由左转向右，身体向右后方转体，同时右掌向右砍击，然后顺势向下向左，左掌同时由左向上向右砍击，目随掌走，最后目光看在正前方。再来一遍，这是一组双掌人劈的动作，所以说大家在做这个时候要做的比较圆活。第七式，玉小横吹，示范一遍，接上式。玉箫横吹是一个双顶轴发力动作，双掌变拳，随之向左转起，用力在左肩快速的发力向左右顶击。练习时这个动作可以发生。
发声，不是用口去发，要用鼻腔发声。双顶头时步行成马步，双手握拳用力向左右顶击，收势天人合一，演示一遍。都是我们不能草率，前面发声发力练完之后注意要调节自己的呼吸，慢慢的放松自己的双背，向两侧平举，翻掌下按，在侧平举双臂的时候，注意同时收右脚半步，然后进左一里，收左脚，按掌平气。